基于这个职场跟政治的伦常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请辞。台北市副秘李文英请辞跳船，副市长陈景俊也可能会是下一个。陈副市长会留下来吗？他说他会考虑一下，但是他今天我整天都没看到他。发生什么大事机？原来是民进党选队会正式宣布跟柯文哲各走各的。多数与会的干部进步党应提出自己的市长候选人，征召人选征召之后就必须要加入民进党。非党员没有被征召的资格，柯文哲会考虑入党吗？目前没有这个规划了。一句话，没有规划，这还不是最霸气的。所以您的反应是什么？把市政做好就是最好的连任准备了。市政质询，蓝营议员找到失利点，继续挑拨白绿关系。柯文哲自比误入丛林的狮子，后头追兵，迎头猎杀。我说误入丛林的狮子，不过后来发现狮子在丛林也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战斗力很强。丁丁下一个外号你知道吗？丁丁。丁丁是个人才，我知道这个。不是，丁丁下一个外号叫城市猎人，要猎杀你这只狮子。柯文哲两岸一家亲，一下拍死，一下转弯，被解读是最大败笔，最终导致绿盟军跟柯分手。2018不比2014，蓝绿都主攻柯文哲，不过他的心脏显然比谁都还大颗。我就把他当作再一次期一日双塔，所以太刺激了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